年，中间差三年。后来他平溪线到三条岭，三条岭知道吗？嗯。才宜兰线弄好了以后，然后那三年才把它接过来。哦。平溪线是最早的哈、哦，私人的铁路，后来才买回来哈、哦，买回国营的来接上来。哦，要从1921年啊，这里是1924年啊，铁路啊，那个铁路局，等一下我们还要到这里稳上点。哦，我们这现在走过去就是到稳上点，走到也是刚才走到那边，然后要走到前面火车站，啊你们就去吃东西，吃东西吃好集合就开始走路。